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11月30号 ，Hyuna 在 IG 发文表示分手了，以后决定成为好的朋友与同事。谢谢一直以来大家的姻缘跟疼爱。因为藤野点赞了该天文，所以基本上是正式宣布了分手。而因为两个人交往了6年多，这期间没有隐藏对彼此的爱情，时常在 IG 秀恩爱，甚至在今年2月份，藤野送了Hyuna戒指，仿佛是快要结婚了一样。所以这个消息真的让很多网友们都惊讶了。 目前两个人依然是互相追踪着对方的账号，但是 Hyuna 删了很多藤的照片，只留下了一些在舞台等的官方照片。而两个人分手的消息在韩网掀起了热烈讨论。事发生了什么事呢？我真的很喜欢这对情侣了呢。我还以为在准备结婚，人生真的是不可猜测。真的好意外，真以为他们会结婚呢。那么装特别，结果你们也是一样，所以就不能不要这么张扬，安静的谈恋爱吗？在各种地方出现，就好像要结婚一样的嘚瑟。结果6年的话，可以算很特别了吧？又不是几个月，6年的话。 足够可以装特别了吧？Pentagon因为Pinati渐渐获得人气的时候，突然被爆恋爱后腾退团，当时真的觉得很遗憾了呢。不是不久前才在台湾公演，还在舞台亲吻了吗？真的太冲击了。所以公开恋爱就是很不好，再怎么本人觉得不怎么样，但是也会变成一生的烙印。虽然随着时间的过去会渐渐被遗忘，但是以后的伴侣也不会喜欢的。管他分手还是交往，有那么冲击像是发生了大事一样吗？他们都会过得很好的。两个人交往了很久，一开始虽然很多人在骂，但是后来就开始有很多人姻缘。虽然本来以为会结婚。 结果变成了这样，但是成年人恋爱后分手不是很自然的吗？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其实，在韩网负面的反应也是很多，所以对于 Hyuna 藤的消息，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2月即将回归的爱豆们，12月1号，成东文将以新曲《Sane》回归。 混声乐坛查无林也将在10月1号发表圣诞节特别专辑。 12月2号，旁滩村乐男队长 RM 将以全手亲自参与作词作曲的 solo 专辑 Indigo 的主打歌 Tilgunoli 回归。12月5号，允基桑将以新曲 CBR24 回归。MC 的 Max 的艺术也将在12月5号以新曲 Hotajiangke 回归。12月6号，男团希娜出道首次的小分队 希娜 WDJ 将以新专辑 Come to Life 回归。 男团 The Boys 也将在12月6号以新曲 All About You 回归。12月12号 ，SHINee 成员MINO将以第一张 solo 专辑的主打歌 Nuajo 回归。12月15号 ，Super Junior 将以正规第11张专辑 The Road Celebration 回归。男团 ACT Dream 将在12月16号以冬季特别专辑 Candy 回归。 12月19号，女祭司将会公开明年一位回归专辑的先公开曲。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